个是你是吧？这个就是要学那个抖抖抖是吧？OK， 水下来啊，不要给它真正的一条线，稍微有一点，有一点，有一点，有一点断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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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断的线。这个叫抖抖抖的方法，这样的话才像那个水。OK， 啊，如果直接下来的话就不好看。啊，这样的话就比较有水的感觉。这个我们不就啊这样点到了。好，靠近水的地方稍微深一点呢，把它逼出来啊，把这个逼出来。我们等一下会处理里面，我现在先把这个外面先处理一下，因为你这样的话会很明显的把它逼出来了。是不是明显明显了啊？这样的话就等于把水口弄出来了。第一个这个石头下面这个把它弄黑一点，这样子会阴暗面更深一点。好 ，OK， 那这边也是一样啊，这边也是一样。那你怎么样来把你的水口把它弄出来？有用云，有用雾，也有用真正的一个山头在这里，都可以啊。我们这边是用了云，那我们这边改一下好了，用一个山头好了，用一个小山头。有些人呢，